有一些细节，就是辣椒关了火才放，它就没有这么辣。还有一个注意的，等它冷了才放酒，因为酒精如果太热呢，它就会挥发了，所以酒跟酱油我们呢等它冷了才放。这个就是一些腌东西的细节了。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些鸡肉啊鸡块啊腌好，然后一包一包的装住，就是你计算你的分量，比如说烤两块呀，就两块装在一起，那做起来就放在雪柜，它就可以保持一个星期。那要吃的时候呢，随时拿出来在烤箱烤一下啊就可以了。你看多方便，这煮饭要方便，就在烤箱烤200度。烤35到40分钟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了。所以我炒了一个面，配了一个黄瓜，那就很简单的，这样的做法呢就会节省我们的时间了。